好，各位友子哈，真欢迎大家来到这，今日咱李光票台语文教基金会哈，举行第三摆的这个台语沙龙讲座。咱这讲座呢，对八月份开始，各位第一个礼拜三的暗时哈，拢有这个安排甲台语相关的这个议题哈，邀请专业者来做即个解剖分析探讨吼，啊，嘛互相大家交流意见安尼。啊，今日真欢喜，当邀请到咱台湾语言研究先拜中的先拜吼，洪怡晴教授吼，来咱的即个台语沙龙吼，台语沙龙咱是叫做台语沙龙有啦，对，用台语要沙声沙龙有安尼的拍音啦吼，啊，唔盲讲今日要来探讨，就是因为最近。文化部有新设立这个国家语言发展科嘛，吼，啊，国家语言发展科伫咧无偌久的未来，照讲是催杀这个文化部版本的国家语言发展法啦，吼。啊，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啊，内面有做个爱讨论代志，啊，其中呢有一个可能有争议的物件，就是有关语言名称的问题。好啊，所以咱今日邀请洪怡晴教授啊来到咱基金会啊，毋忘对伊的专业哈来甲咱探讨讲，到底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内面啊，即个语言名称应该安怎去思考，安怎去敲切？啊，今日同款是真欢迎咱的即个某某哈，是台湾公民参与协会理事某某哈来做主持，啊，咱即马时间就交互某某。大家好，我是某某哈。哇，今仔我嘛足紧张的吼，因为我听你讲嘞，今仔这场吼，这个你阿讲的这个题目吼，都非常的有这个吼，大家在讨论的代志真多啦哈。啊，大家的心肝内这个答案哦，吼，可能嘛拢无啥共款吼，所以讲今仔的这个讨论呢吼，可能会有很多火花就对了吼，所以吼我拢足紧张的，我一直拖到吼上尾几分钟吼，才要出门安尼啦。啊，今仔日呢，吼，咱的主讲人呢是咱的洪怡晴教授，吼，讲实在话，我是今仔才头一天吼，甲咱的洪教授来认识，吼，我嘛听讲，就是因为我进前的吼，我唔是讲咱的台语界的研究真多的人吼，所以讲我无认识洪教授，所以因才会叫我来主持安尼吼，就讲会当啊吼，迄个气氛呢吼，会当较缓和一下无吼，所以讲我今仔个特别穿这婚纱吼，灰灰安尼无吼，咧气氛缓和一下啦吼。好，啊今仔吼，咱要来讲这个吼，国家语言发展法内面吼，这个台语的名称吼。这个题目呢，因为咱即马唔来讲现场的朋友以外咧，吼，咱即马伫咧这个线顶，吼，可能有2-300万的这个观众朋友，吼，嘛咧关心咱这个题目，吼，所以我嘛爱甲大家小介绍一下，吼，因为啊，来讲到咱的洪教授，吼，这个过去，吼，咱来介绍一下，吼，咱的洪教授呢，吼，伊是这个。会使讲是咱啊台语吼，诶，即个台语界诶大佬中的大佬啦吼，拄则咱诶执行长已经有讲到啊吼，啊，咱诶洪教授咧，伊是即个台中教育大学吼，台湾语文学系诶即个创系系主任吼，或者是非常了不起诶即个代志吼，啊，而且咧，咱诶洪教授咧吼，伊对咱诶台语诶即个发展咧吼，有真侪伊诶即个讲法吼，好，我感觉我是毋是先甲即个头前诶话先。讲好地，咱看到讲咧，为什么咱要来讨论其他这个地方的台语，还是闽南语？吼，这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呢，好，别讲。你讲就会当讲足多啦，譬如讲以我本人来讲吼，我就看到闽南语，我就规个。迄就会开始多起来，吼，洪教授吼，这个不要见怪吼，因为我可能会当代表吼一部分的咱的线顶的一挂朋友吼，咱会感觉讲啊，台语就是台语啊，闽南语咧，闽南语吼，咱也毋是中国人吼，是咧闽南什么吼，啊，而且咧，即马真侪人嘛拢讲吼，这闽南语吼，这个词咧，吼是这个国民政府。吼，因讲的哦，吼，咱以前是学做台湾话，吼，啊，咧国民政府来了后，才学做闽南语呢，吼，所以讲咱来搁讲倒来闽南语，哇，这真正吼对咱台湾的这个国家的主权顶顶吼，拢有感谢着吼，所以讲这个题目本身啊，就会当讲足久的吼，啊，大家拢有家己的这个意见，吼，啊，但是咧，咱的洪教授呢，伊有伊的这个讲法，吼，今仔日咧，洪教授伊特别为
种种的这个层面，吼，为咱啊台湾的认同是安怎来认同的？吼，这个语言的这个名到底是安怎来的？吼，拢要来甲大家讲个详细，吼，是不是？吼，啊，来，咱今麦欢迎咱的洪教授。各位先生，各位前辈，大家好。好，好。我做含咧当处长哦，迄、那个柯文生先生啊，我两个是老朋友啦。你话老是你朋友，我。哎，今仔日吼，我是第一摆来，你家叫我是熟识足侪人啊，差不多恁就开始。出十字网课开始啦，我甲恁的关系是足深的，毋过歹势，我到今仔日第一摆才甲恁拜访吼，啊，才甲恁做这些讲话啊，足歹势安尼。啊，我今仔日要讲的吼，可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，啊，但是我的讲法吼，我先讲明啊吼，我的意见不一定甲恁同款，啊，我是一个学者。我一定要以学术的立场、学者的立场吼来讲起，所以吼，一般民众伊的讲法可能甲我的讲法有矛盾，吼，冲突也不得讲吼。但是，请你听我讲讲是安怎，他免来讲，好不好？如果因为咱这问题牵涉太侪了，啊，所以吼，若准要讲起来吼，其实是讲来回头长。不过我一定爱讲，啊，无讲，你无法度知我啥代要讲这个问题。第一点哦，就是讲，咱先来讲认同的问题。咱认同有几种的产品哦，我甲分做讲土地认同，我对这个土地有认同。啊，认同啥物？认同这个我的，这块土地是我的啊，伊是我的所有权，当然我有认同嘛。啊，其实这个土地认同嘛，你若为这点来讲。即、这个中国共产党啊，习近平伊嘛做有认同台湾，伊讲即个是伊个嘛，伊嘛有认同个，所以即个土地的认同，这是一个单词。但是土地认同，我对即个土地资源认同，对即个环境有认同，过去伊占领足快个，这是土地认同啊。这是环境生态嘛，种认同。土地甲族群的关系，这才是重要。台湾不是无人住，台湾有人住的。啊，咱汉人还未来以前，阮厝边本来就伫遮。哎，这个咱嘛要了解，咱嘛要认同。甲人文结合，咱这个土地所产生有偌济文化物件，或者历史物件，这嘛是爱去认同。啊，所以你若准家人讲，这个土地是我的，安尼这个土地所有权来认同，这个认同是足明确的。我对世界每一块土地我拢有认同。过来就是部落的认同，部落的认同就是讲，阮厝边较早的时候，伊敢来认同伊个部落尔。除了我这部落拢总毋是人，我就是咱个台，所以因为出早，迄就是因的习惯。反正毋是阮这族的，阮这个部落的人，我就是咱个台。啊，过来地方认同，咱大汉人大部分喏，毋是。较无部落认同，部落认同就是讲，阮这个角头，我认同我这个角头，啊，你跟我无共角头，有当爱拼角头无吼？迄嘛是一种部落认同。啊，有二种是讲，我这个做大部分拢地方认同，我是漳，你是泉的，变变泉的嘛是会拼的，迄东湾的吼，啊，甲安溪咪拼是拼到要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不共组织，伊就会拼，这是不共款认同。另外，就国家认同，这个国家进一步啊。啊，咱即卖台湾上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家认同。那有人认同中国，有人认同台湾，甚至有人认同日本啊，对不是无？啊，人日本讲我台湾是美国的，伊讲是认同美国啊。这台湾族群不同，我的国家认同。啊，我族群认同，这个是用我是客人，啊，你何个人啊？啊，咱两个不共种。啊，阮这边蛮贵族。所以，伊个人有个人的认同，这是族群认同。因为这是语言认同，语言认同我认同这款的语言，这块无语，这块族语。迄不是同族的人，就是同款语言。比如有人老爸
老爸讲台语，因囝就讲华语啊。一个家庭内底有两种认同，你知道？因囝听到台语足袂爽，老爸听到华语足袂爽，有无？只是讲都是认同无共款，嘛咧冤家啊。个文化认同、宗教问题，这上个问题，生活习惯无两款，对无？有诶较西化，有诶较做传统，啊，这嘛是认同，所以认同啦，无共款，啊，就冤家。啊，这是矛盾。台湾所有的问题，拢是伫这个认同的矛盾。第二吼，咱台湾的这个认同思想吼，是对时代的问题。那最早的时候，台湾族民伊拢是部落的认同。不过，即卖台湾族民有部落认同无？有，但是因搁较重要，就是因变作民族认同。比如讲，我是说。大雁大一个部落较早是安尼，因太来太去哦。另外，赛德克嘛吼，伊迄个当代啊，啊一个刀打，两个都拍到要死。所以恁去看迄册无？恁看迄电影《赛德克巴莱》无吼？迄是无同款部落的。啊，一个是亲日本的，一个是怪日反日的，啊两个都冤家啊。本来日本时代之前吼，才会部落，啊，咱到日本时代清朝嘛，变江川变嘛，变到要死啊。但是日本人才感谢日本人，日本人来的时候，才会部落认同吼，慢慢就无去，开始有民族认同。咱到呢地方认同，慢慢啊吼，就无去江川啊，诶，迄款咧变，即马无人咧变啊嘛。因为看咧洛江人，恁是做人，我是真爱拍。对吧？啊，即马无人咧拍，啊，只爱感谢日本人，因为日本人吼，伊一个外来政权的统治，吼，你感觉，啊，你感觉更加无同款，哎呦，咱未使阁拼，咱甲日本人做伙团结拼，日本人，甚至甲客人吼，嘛有团结，台湾自己嘛有团结，变作台湾有一体感，就这点吼，都爱感谢日本人。山顶的朋友，才会当看到你，搁看到咱这个投影片，安尼吼，就千三百万人看。卡米拉在，卡米拉在遮。现在民主，现在这个是，阮这边有十六组，十六组，其实，遮个民族的研究吼，拢是日本人研究的，日本人的语言学家，日本人结婚的，所以说因家己嘛唔知用几组。你知道？过来，哈、哦！台湾认同的演变，第二个我要讲就是地方主义演变做真的做殖民主义。他早的时候是江川那边，现在江川不会变对吧？啊，这么日本人来的时候，咱台湾就是新的一天讲，虽然咱两个无一个台湾民族的观念。出去是啊，但是吼，地方主义开始变作族群主义，啊，这个比方客人到好多人，这本来就有啊，啊，但是吼，伊是种个进步，我肯定会去讲。诶，原本的这个汉中吼，只有行政区域的认同，江川饼、万屋饼，我早讲你客人甲饼个，其实不是客人甲好多人饼，是广东人甲福建人饼，对个。福建的客人嘛，挺闽南人。你拍的时阵，福建的客人嘛，伊嘛是啊，福建的好多人就是潮州人嘛。你拼的时阵嘛，最开始嘛是会跟客人去结合来拍福建人。所以古早是这个地方主义的主义，其实不是真正的族群主义。所以这点咱来了解。诶，客家的族群的观念，其实哦，有迄个客家的。好像无迄个客家的，足模糊，唔是讲无，哎，客人，像阮遐增加大，客增嘛，客人大，叫做客增嘛。其实，迄客人，伊咧唔是族群的矛盾，那种哦，甲咱无同款安尼啊，并无讲啊，无讲足严重啊，啊，迄个观念嘛，足模糊的，唔是所有人，所有的客人拢感觉伊是客人，哦。你像好多你福建的客人，伊无感觉伊是客家呢。啊，你广东内底吼，有一挂人，伊嘛无感觉伊是客家人。
比如讲上加边个是非洲，非洲噶无？非洲，非洲，即嘛肺炎，非洲吼，非洲非洲区哦，伊嘛是客人的一种，但是伊较早去，啊以后搁一批为非洲那边来，搁一批客人去，伊就讲恁是客人，我唔是客人，啊伊讲啊恁是啥物？我嘛唔是跟人行，啊嘛唔是客人，啊我就叫做本地人，你叫做本地人，所以。客州的非洲的客叫做本地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认同是什么时阵客家教的认同？1930年代，有人罗香林哦，伊才开始讲，我、哦、是客家，客家啊，客家本来是一种歹的名称，人讲客人，客人，迄就是伊外口的来，是毋是阮的人叫做客人？所有的客人，你中国拢是外来的人，侨民侵入咱的土地，咱的家己弄着叫做客人。迄毋是干呐讲客家尔，包括闽南人、闽南人去广东、闽北个所在，伊讲个客人就是闽南人，因遐个闽迁移个所在，所以伊就是客人。所以这客人吼，到尾伊叫三江人，罗乡人嘛，即讲咱是客家，客家，客家这民俗是广东人来叫个，这样子。啊，你闽南人嘛无迄个闽南个习惯观念个。闽南就讲漳州人、泉州人，啊，两个拼到要死嘛，唔知影漳州甲泉州是同款的啊。漳州人甲泉州人讲的会通，甲潮州人讲的嘛会通啊。啊，但是伊无感觉咱就在拼。敢若是迄、那个，敢若原住民中间，因共起的哦，因互相嘛拼到要死哦，伊无感觉因是同族。请教你讲。江南病，中国敢无？中国敢无相关？有哦，相关无。那祖国人伊甲，因咧甲无共关着病，还佫无共生嘛病。反正闽南人上到病，啊，咱是传承这个闽南人的这个习惯，那个台佫病，就是安尼哦，就是安尼。而且和乐这个名称吼，不是咱家己叫，这个、和乐这个名是客人甲咱叫。啊，这个、我确定来讲，和乐就是关爱意思。和乐就是欢喜，和乐欢就是这个意思。过来，我要讲这个演变吼，认同的历史，国家认同的演变。咱台湾人嘛，中国人出身无啥物国家观念嘛，是过去都无国家观念，是干那有一个帝国的观念，就是讲咱就做这个皇帝啥物。咱属于德国，阿咧伊就是咱个认同一个，比如明朝是明帝国，阿是认同明朝，阿明皇帝就是天主嘛哈，阿伊就是我的主人。阿即马讲我大咧皇帝，清朝我就不好啦，我不好。所以咱那边讲民族观念，当然都有这观念。你看咱人死，当然死的时候吼，会去脱衫，你知啥物叫脱衫无？穿名家服，穿名家服，啊有穿领，钢领，看你外好外有钱。安尼死的时阵吼，爱脱衫，要脱衫的时阵，背起你衣头的，啊这穿衫，一领就穿了以后，穿领穿好，啊再穿了死了对不对？这叫做脱衫。哎呀，脚不爱打穿掉的，头家不爱。地真了地，所以地过了啊，打落里头，这是民族主义。因伊认同明帝国，我无认同清帝国。啊，到尾和清朝统一两百年以后嘛，伊就变作清朝。所以迄阵啊，西人来的时候，拢叫你爱剪头毛，剪发毛，汉人嘛不爱剪。这是怪，啊，其实阵啊吼，被逼去老头毛，啊，所以人就是安尼，就是久个压久，压落底的时候，你就认同伊了，对不对？后来日本人啊，以后咱嘛是反抗日本人，哎，到尾吼，尤其是这个方面话运动，开始就认同日本人，尤其是迄当时有做些抗争哦，到死的时候都不爱讲台语，都不讲日本人。有一个叫做国语少年、国歌少年，去告诉的是，这个是认同的改变。所以咱人的认同就是对着时代在变的，这个国家认同是对时代在变的。啊，中华民国来时，大家认同中华民国；
卖讲你台湾民族，日本时代代中国人吼，伊无认同日本人的人，伊嘛认同中国。啊，中国已经革命成功，中华民国成立完成了，台湾人嘛认同中华民国，这点大家了解哦。所以日本时代吼，台湾人真少人画啊，这台湾同学，啊那台中那边啊真少，所以。韩国人就话，韩国人伊就国家观念，所以韩国人就讲韩国爱独立，啊脱离日本独立成立独立国家。啊，台湾人无，台湾也叫议会，吼、哦，议会兵力，吼、哦，我嘛要有发言权，哎呀，啊做你的日本的方面，不要紧，我干我的，这是台湾人的这个，所以台湾人事实上吼是认同日本帝国，哎，以后伊认同中华民国。日本倒去，伊才想，安尼我变做中国人，啊，我变做过后，我会合作，做中国人，啊，本来是认同清帝国，即马变做，啊，个清帝国就倒去，你要安怎认同？啊，只有认同中华民国。所以思想吼，咱台湾人是中国人，中华民国大顺啊，其实无台湾国国家欢迎啊，你咪记下袂？上年是根本是中华民国太弱啊！而且太可恶的时候，台湾才是反抗。反抗就是迄个时国家认同就乱起来，有人佫继续认同日本，倒等于认同日本。所以即马真侪人吼，感觉日本比中国较好。啊，有一部分的人吼，就是讲我认同台湾人民共和国，所以足侪人啊认同，像那种参与代表的人，就初心就是这款人，一起代表。啊，这是台湾伊家己本身思想自古以来无迄款个，无迄个认同个对。好，啊，即马即个做什么认同中华民国个人愈来愈少，即马有一个认同台湾国人愈来愈侪，这是认同个一个国家认同个概念。而且台湾吼，这个悲哀个所在就是。一直当中无国家的认同，思想到今嘛哦，到今嘛，台湾人还阁无一个共识，讲咱有一个国家，还有一个认同，到今嘛，我认为也是还阁无。啊，但是时间来说讲，真侪台湾人讲，我要想要建立建国，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，属于咱家的。啊，这款人不哩侪，我想在座的大部分拢有这个认同。啊，但你唔好想讲所有关系党派拢跟咱硬你若真去美国，无人有这个问题，台湾就是有这个认同机制的问题。啊，啥物都无，这个无国家认同的这个困境吼，对台湾是足大足大的问题。台湾有几啊摆独立的机会，第一摆是郑成功，郑成功伊台湾来到台湾，迄阵是台湾两派，台湾话有主张台湾来独立吧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大家人拢主张讲台湾？要先立一个殖民地是嘛？又想要建国，像美国就好，美国为迄个做，有英国脱离了后，伊就想要建国。南美足济国家嘛是感觉，因脱离西班牙，伊就想要建国。问题是中国，台湾这块土地敢是中国的？台湾这个土地不是中国的，你了解无？这是台湾的原住民，本来是人因的一个做部落社会啊。咱是算人手人的土地，知道吗？甲西、甲美国人同款，美国人是印第安的土地去共占人的土地，但是伊也建国。啊，全世界这个情形太侪啊，包括英国本身就是抢来的。英国恁知影即卖叫做英国无？英国叫做英格兰的。英格兰就是抢来的土地，差不多。因为本来伊个所在是叫做 Gallic 高卢啊，
因为土地是属于家里个。啊，就北澳那边遐有一个，咱那说，迄一个海产民族吼，维京啊，维京对，维京啊，来再甲因占领的土地，啊，占领伊那种占领的。也是 Anglo-Saxon 嘛哈，哎，对，占领的土地，哎，对，土地叫做 Anglo-Saxon 是 Anglo-Saxon 的土地对啦。那你其他的所在就 Scotland 啦 ，Welsh 哈 ，Wales 啊哈 ，Wales Irish， 因遐人拢无敢，拢无认同，到台即卖因遐都无认同，所以苏格兰想要独立无，伊是讲嘛袂歹，你反正英国较强，啊，英国来抢伊就要独立啦，了解。所以这里这里说，这里说，离那个澳洲吼，伊甲中国啊，甲中国一直是帝国的思想，一直甲拢帝国思想拢无咧。所以到尾西方会出卖台湾，嘛是这个原因，其实伊是帝国的思想。啊，过来，你等台湾人，因为恁家己无国家认同。所以你看，你海，迄个做青岛咧当地台湾足简单个咧，伊就甲你分化，将个转个。伊就青岛讲，你去拼无要紧，唔好拼了伤过头路。你若总无拼吼，我就无法度甲你控制。所以拼来拼去啊，啊，这客人嘛是去互清帝国利用去啊。所以叫做即卖即闽南人，或者福建人吼，那种个你。哎呀，这咧乱的时候，啊，这因本来甲客人都矛盾，矛盾的上大的原因吼，就是客家因来要来台湾的时候，因是陆地的民族，啊，这内陆的民族，伊袂晓行船，伊也无船啊，所以因要来到台湾，一定爱坐荷兰人的船啊，啊，因伊也袂晓掠鱼啊，所以伊嘛无要到海去，啊，因住咧山顶。啊，因要去遐个时阵吼，因要去啊，做兵要去做开垦土地、种植个时阵，一定爱一经过我荷兰人个土地就对啦。啊，伫这个中间个时阵，叫荷兰人甲欺负，要爱较侪钱啦，要爱啥物个甲欺负，爱着心怀不满。伊即卖咧乱的时阵，太清朝咧乱就开始拍了，所以变来变，这个情形上爱坐就是一条子，运动，啊，所以音乐对的问题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你根本就无去遐，伊嘛要来去打。比如讲，音松门事件，音松门事件时阵是漳州人咧乱啊，甲客人无关系啊。你即卖知影一个移民庙，一个是迄个说，叫做啥物包？新埔的移民庙，新埔人漳州人也无拍去到新埔啊。哎，但是伊讲，只要是好多人，只要福建人要乱，我就是要甲你要停进入就对了。就是安尼，而且客人甲好多人本来就有矛盾，这到底是敌人矛盾，还是这族群的矛盾？其实大部分是敌人的矛盾，是敌人的矛盾较侪啦，敌人主义啦。比如讲，比如林松文的乱时阵，要拍林松文的，不是讲客人，泉州人嘛拍林松文，所以这就是第一注意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人台湾一直无发展家己的这个，叫做国家认同嘛，啊，所以就互人家分化。所以你要建国，国家认同最重要，是不是安尼？伊也无迄个国家认同，我是台湾是帝国，你要建国不可能。伊内部矛盾越强越多。啊，咱台湾即卖上歹大问题吼，就是国家认同有啊块。即卖外省人有真侪外省人，即卖有较侪人认同台湾国，较早也是外省人并无认同台湾国。啊，这个时代人问，哎，一番再番。原住民嘛是同款啊，原住民嘛是白部番，汉人利用白部番来控制这个山，山顶山番对吼。啊，白面山番日本头嘛用，米克大棒就是鱼番吼，鱼番来控制盘番，啊，就是安尼控制。啊，咱台湾人
就是因为无一个国家的认同，所以咧。但是这个国家认同就困难了，唔是很简单。啊，台湾的真正有国家认同啊，是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台湾以后才开始不一样。就是大概。你那个气量比低。不一。阿雄，布雷啦，用布雷。布啦，布啦，布布布，拍下你就去。这个布无就给。哦，你后边有没布雷？有，还有两个比来。我就想台湾人有一体感，但是大家一体感是要对付日本人哦，并不是要建国，了解无？所以这点，啊，中国的即马就是日本人做代表。按到中国政府来，伊嘛是感觉足惊你个啊，所以足不爱互你讲即，伊刚才你讲台湾，伊都不爱啊。所以日本人嘛不爱互咱讲台湾，伊后做变讲伊讲很多人就本岛人啊，啊日本叫做内地人，吼来之人，啊伊叫做很多人，啊中国人来到这咪讲你是本省人，你本省人，对不？甚至昨下较早是恐怖的时阵讲。讲我是台湾，就感觉哎呦，我是不是哦？认定讲台独家的迄关了，有迄关了。真侪我小弟就讲，伊讲你是台湾人还是啥？我是台湾人，较细声的。我讲台湾人都爱较细声的，伊惊互人讲你是台独的。所以台湾是变成禁区，啊，来研究台湾嘛是一个禁区。所以哦，如果你阵啊研究台湾话，其实足少的。两三个而已，我是算较早的，因为我较老啊。过来，这个台湾语言文化也受了较侪，也受了跟其他个的台湾无迄个国家认同。但是咱了解吼，这国家认同其实是发展出来，不是家己补出来的，了解无？吼，还有环境啊，啥，啊个啦，有足侪人的。台湾现在。到即马，我都有这个国家认同，有这个吼。当然，上个大的敌人就是大中国意识，啊，这大中国意识是中国意识做一个统治者，啊，一定无法哩独立，无法独立，你就无法度，根据这个做，就无法度培养这台湾国的认同。第二个是对台湾国的疑虑啦。这其实第一个为外省人来，外省人讲，啊，你若真建国，我唔就较不起了做，较好起了做太平洋啊，哎，也袂安怎，那这是也是。啊，过来客家，客家就讲，哎呀，你这么当建国，啊，拢恁河洛人，啊，恁是河洛三民主义，恁讲台湾人是闽南语吼，讲恁讲就是台湾话，哦，啊，恁敢若有闽南文化，我客家文化无去，啊，民进党拢是闽南人的党，啊，安尼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恁是好多三分之一，好多三分之一个之间的，啊，咱就这样就，哎呦，这个变成成阻碍啊。阮主任嘛是同款啦，伊嘛是咧骂好多三分之一，用土地运动啦，什么反华土地，有啥族群运动吼，还是葡萄啦，还偏向个其他民族出移民对变较情况，这就是感觉讲。咱来了解吼，这个国家认同的培养不是很简单，咱的困难足侪吼，来了解。民族主义吼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咱的前辈包括王若点，伊就知影讲台湾一定要培一个台湾民族主义。这民族主义是安怎来的？民族主义吼是罗马帝国倒去。啊，倒去国家每一个唔同，足侪国家，有足侪不共。伊罗马帝国就敢中国个帝国共，敢伊敢统治足侪民族。啊，足侪民族伊拢想讲，啊，我一个民族个认同啊，我家己建立一个新个国家。所以啊，意大利建国啊，吼，那法国建国，西班牙建国，什么建国吼，啊，法国啊，这德国，荷兰，拢建国。啊，这建国有当时啊吼。无完全是民族，一个民族建立了，有当时也是因宗教的关系，比如讲荷兰人哦，荷兰人是宗教，比利时，伊已经甲宗教有关系，伊是纯粹新兴些认同，所以伊那是不了杂，不过伊迄个，因是
建立一个民族国家。所以民族国家吼，伫迄个做罗马帝国放弃了后，一系列欧洲三雄，拓开全世界，伊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，拢是民族主义的世界。中国的民族主义嘛是为西洋来，日本的民族主义嘛是来，这是叫做国族主义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。但是事实上，全世界有六千个语言，会使讲是六千个，会叫做诶，伊也要讲民族就六千个民族。好，你若总讲哦，有诶是方言，好，安尼最少嘛有几啊千个诶民族，这我无法度统计。但是全世界国家才两百个尔，无甲两百个。所以你啊，平均起来，即林秀策林秀天哦，伊就写一篇文章，全世界拢总是叫做多民族的国家的，平均就好啊，一个民族拢几啊十个国，几啊一个国家拢几啊十个民族啊。啊，咱台湾就几个民族咧，在内面算起来，台湾嘛最起码二十个民族。啊，所以这变作讲一个多民族的国家。啊！那理由各个提倡，伊讲个民族国家，安尼是不是发生矛盾？这个所以矛盾就是为这所带来。你了解我意思？一个国家爱培养国家意识，啊，培养国家意识，伊的手段就是提倡民族国家。伊讲我台湾人就是跟中国无共款，你是中国人，我是台湾人，我跟你无共民族，强调我徛伫我跟你民族，还是强调是民族哦？啊，这个民族吼，伊为着要强调这个民族，伊提出足侪理由讲，家己无法，家己无法。但是，你内部内底国家无办法，啊，你要安尼解决？那只是足侪国家一个讲，用强势的国家来压制少数、少数、少数的国家，就是让你这个少数民族吼，袂当无道。安尼，这就是造成足侪少数民族的问题，就是这来。所以，国族主义吼，啊，甲族群主义其实是有矛盾的，其实是矛盾的。啊，台湾的民族主义吼，嘛是有这矛盾的，咱过去拢无去思考这问题。但一直提倡讲，咱阿的民族主义，台湾民族、台湾民族，安尼去提倡。但事实上，这个民族主义有足侪问题，啊，伊的内容是啥，无去好好去思考。所以咱讲诶，咱讲反共啦，反中国啊，甚至佮反着个，连反中国人都拢总反，外省人反，中国人也反，但物件中国中国文化啊，拢总反。到底啥物要反，啥物不爱反？恁家己嘛讲袂清楚啊。对阮中国文化，你拢要反，好啊，恁食饭我不爱用滴，滴滴嘛就用。安尼我用车嘛，哦，我名我嘛不爱用汉字。我要用罗马字，用我自民的罗马字，你拼音出来嘛是汉语，所以哦，这个变作讲，你党拢要换，换来讲去，变变作无一个战术，到底啥物要换，啥物换，你讲袂出一个道理出來，咱就感觉讲，安尼你这个就无内容的，无，啊，所以你换这党要安怎，党内部内底有对其他内部还佫有矛盾的问题，你要安怎去？去解决嘛，这拢无记得好。即马过来，即马现实的问题啦。台湾这个国族主义无发展出来，咱思想还袂建立起来。但是咱的族群主义已经浮头，不但是浮头，而且佫开始成熟。这个运动啊，就是客家运动。你客家就讲，你台湾独立，迄时好多三分之二啦，甲我无关系吼。原住民伊嘛是安尼讲，啊安尼时阵伊就开始讲，因为开始最初的时候，伊就办金瓜母语运动嘛，还讲母语，最初是安尼，啊反三分之二啊。因只讲就是讲就是讲，就少闽南的人，因为这个客家杂志吼，我逐期我拢嘛有啊，我拢有看，拢咧闽南的人。黄志明以还我还我土地嘛，还我姓名嘛，伊嘛是个。啊，安尼说就算去啊，就是讲，哦，大家拢爱死啊，所有咱台湾内部矛盾开始浮头，还是浮头变怎？
但上惊就是这個，你知唔知啊？比如地方主义有两种嘛，我甲你安抚，我都安抚，我甲你压制，压制无我大个孙，啊，我就爱安怎，互你好讲个就对啦。所以，这个做文件，你的文件唔当作作接近。平时拢要接近嘛，向阳接近，伊唔知影要哪转型正义啊。到咱即摆唔知道要哪反应，转型正义要哪转型嘛，佫唔知影，无完全了解。可能知有一个方向哦，转型正义、转型正义，还是取消无转型正义。因为旧的记得伫个遮，完全你无拍旧个。我心人的特权到咱即摆嘛佫伫个，十八八就是一个例啊，对无？国民党上届拉拢个爱救的人，就是啥物事？就是公家、军公家之外，互伊足侪好工个，对个。伊个价值也比人较侪，薪水也比人退休谈拢比人较侪。我做甲要死吼，恁个退休若真个等咱就一两百万、两三百万，欢喜甲不要你饲一世人，全拢老，让因老，让因老化吼，上少上少也万五万五块。啊，若做做官有创啥拢几啊万、六七万。所以吼，因比咱继续好讲个啊，啊讲讲无人玩啊，迄内底嘛有台湾人，也毋是全是外省人啊。虽然伊就是要救只公务员嘛，迄拢足好讲个啊。一人也免做工课，一个月六七万。啊，阮遮少年人，阮囝一个月赚无三万块，做甲要死，对无？所以这就无公平，无公平。你要转型正义，伊就要上街头，甲你甲你冤。所以这就是台湾的问题。记得利益者，记得利益，有解排除无？无，有引导无？无，但是建立一个新的记得利益者，就是民进党吼，阿扁来所时代成立的客家委员会，客家委员会一个月，迄阵上头十几万，到尾三十几万，即摆敢若四十万。阮主民委员会是三十几亿，即摆是七十亿。阮主民是七十亿。啊，外省人吼，伊下当那是三十万，你看天花分钱吼，但是伊一千五百亿，所以伊那咧开。但是有足侪委员会啊，但是无一个办人足够的委员会，所以伊会当摕足侪钱，啊去学袂开。请你开，伊客委员嘛提钱要请我开啊。伊讲，你去美国调查调查什么意思？调查讲日本人，客人伫或者美国分布伫啥物所在，爱得啊提提报告。伊讲，伊现在其实大陆人都已经比较好，啊，你去就好，一年三百万，我讲我会赚这钱，我无闲要死，我替你去走去美国去创啥？我从来唔捌去申请咧客委会钱，我感觉替因咧也是消化遗传，遗传迄钱拢来源自每一个人大家给的钱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钱拢是老百姓哦，那辛辛苦苦赚的钱哦，伊也小可流水伊就解了，伊安尼学袂开，所以我感觉足艰苦，我不爱。所以老师，你是感觉？所以老师，你是感觉吼，有这客委会甲原住民委员会吼，是因为族群主义葡萄，所以才有这两个委员会。所以葡萄的敢那客家人的族群主义，甲原住民的族群主义，啊，咱闽南族群这个族群主义都无葡萄，安尼吗？伊不但无葡萄，还咧压制。因为恁大家选好啊，我想他都爱，你大家拢要选好啊，大人支持我，啊，我想他都爱给恁买票。这里野葡萄也不是真正葡萄啦，是给买票，那是政策，政策买票。就是讲，我今日甲我合作反抗嘛哈，啊，你只敢甲客人在闹，你嘛艰苦嘛哈，做生意我好你，啊，所以即摆客家不咧闹。黄祖平嘛，无咧闹，台湾其实是较平静。因遐人闹啊，只啊唔真街头，你也感觉即摆外省人咧真街头啊。即讲到一本讲到咧真街头，所以吼，这是我讲安尼怎，一个政府袂使用政策买票来解决国家的问题。
咱内部的矛盾袂使用政策买着去解决，无法解决，会愈来愈严重。所以哦，这里我开讲，因这是客家的新特权主义。因这客家的国家预算哦，我即马开来讲2019年预算，退位了1500亿，我委会吼770亿，退位30亿，专款专用哦。除了这钱，这是客家的钱哦，还佫有其他的钱足济哦。譬如讲客家又有咧要起一个做迄个做。什么客家大院？这客家文化中心嘛。哦，迄个台湾有出几个十个客家文化中心，迄文化馆哦，拢是文化馆哦，还有每一个人几啊千万，对吧？啊，佫有哈，伊种交通大学吼，为着要起一间客家学院哦，爱着起一个院楼，迄个院楼才3亿。啊，像这马英九在迄只2006年的时候，伊有这推出一个叫做客家这族群和谐啊，一个条款，还有内吼客家干呐发展客家产业245亿，发展客家美食更在500亿，安尼给你开，你听无？迄种咱的钱，用咱的钱去。买票，所以这就是咱要足艰苦的，就是哪，你去乌白开钱，开到咱河洛人无半仙，咱河洛人要去认证哈，还佫开2000块的哈，因啊，你若准调到5000块哩，啊，不但是国客委给你5000块，我最近去啊，做伫迄个民间迄个做。现在民进党在执政啊，迄个第什么？迄个市长的，林凯，迄可能是古早就有这个例啊啦。只要来客家，做认证通过，都给你2000块，安尼变7000块嘞。我嘛要做客家，我嘛要来去认证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这个变做无公平。哎，客家原住民有。我这边阮是个客委会，伫客家有客家电视，好多人讲有，好多人无半个好多电视台，拢咧卖药啊啦。其实买啊，你电视个，你看迄个做，迄个民视个制作迄什么戏，迄个民视个只干买冤家啊，搭来搭去啊，争争土地，争财产，争啥物啊，害来害去。你看戏敢会看哩？但是伊遐个民众爱看迄无文化。但你若要做着较有文化的戏剧，无人在看，还得要钱。所以咱的事实，咱民视的民视台吼，伊的品质吼，比客家大家歹，比原住民大家歹。阮某前阵较爱看民视，要看迄个说，伊不爱看客家台，也爱看迄个原民台。伊讲诶，原住民台足出名的，我嘛爱看。河洛人的伊讲来说歌戏吼，你要去倒看？无得看啦！你要看歌戏，去客家台看。客家台有歌戏。大江湖啊！哎，伊遐拢客家，拢客话讲的歌戏，还拢为倒来赚迄钱呢？迄拢咱的钱呢？用咱的钱去开咱的钱呢？你知道？恁来赚迄钱，迄拢税金呢？税金是咱的啦，70%河洛人的。税就10%是外省人的，啊，这点大家了解。所以我讲是特权主义。你啊看，这社会不满就是这个。你看，东华大学和原住民学院有3个学系哦，搁在研究所。客家国家侪10几个学系，10几个研究所。你一看我几排，我写袂落去啦，恁家己看。每一个后交通大学有客家学院。啊，这什么中央大学有客家学院，足济拢客家学院，啊，客家经有10几个。啊，我你做你合作鉴定的时阵哈，大医所哈，啊，加合作这个大文所，啊，加买大书所，拢合到下阵拢做这10几个了，哎，家己去鉴定一组，因客家家己一组，
已经独立起来，客家已经为台湾独立一件，因已经不算台湾了。所以阮是算台湾族，伊是客家族。所以我讲这是不是，这是不是客家三分之一？客家无台湾。闽南有研究所无？有啦，有一个研究所，闽南学院伫金门偏上偏僻的所在，两千块人民在成立。我讲这客家三分之二严重到什么程度，你知无？这是一个网络，迄内底吼，网络内底吼，咧介绍讲屯的客家文化节，叫做客家月光团圆音乐。现在看这头这样讲明啦，客家文化是桃园多元文化的亮点之一啊！啊，桃园拥有唯一的海洋客家，注意哦，海洋客家。今早在新屋举行千人竹石户。师傅啊，佮唔知客家话变哪讲，咱台叫做石头，叫做石头啊。石头是啥物事咯？少年可能较唔知，知你唔知影石头无？石头是鱼鱼啊，鱼啊，鱼啊，爱石头佮微微食鱼啊。即摆虽然鱼鱼鱼鱼就来，虽然炸起身，鱼鱼就流落迄个河里底，鱼啊，即味变头脑较好，即是石头。即好多人则有嘞，客家袂晓鱼啊，我甲你讲。全台湾的客的海边啊，无客家。刚才一个所在是客家，来看我的调查。这我画的图，这是新屋，新厝啊。红色的所在就是客家的所在，啊，来其他的所在就是闽南语的。新屋的海边有三种的闽南语，三种腔口，这种是叫做白漳腔。广东来的漳州腔，因讲的是广东的漳州腔，不是台湾的漳州腔。这里是贵州，贵州讲漳州，是漳州人，漳州腔。另外，这里是讲新竹的东湾腔，我拢有调查过。客家唯一的海口的船，唯一的，这就是漳州叫做本港船。本港船哈，姓尹，啊尹那个。因为伊讲咧，哦，因哈养俩鱼啊，伊养俩鱼啊，我有间问讲，你客家都拢养俩鱼啦，你敢养俩鱼？我讲好了，好了。所以讲，客家是大陆民族，因养俩鱼啊，因去南洋嘛是拢在哩山里，无在哩海，在哩海拢是闽南人。啊，所以伊即马就讲，迄是叫做客家的文化。迄根本都唔是客家文化，迄是闽南文化，河南人的文化啦，了解无？后来我讲客家三分之一，什么叫做客家？说我家己会啦，啊，我的定义就讲，只有客家，无台湾。你捌听讲客家咧讲台湾无？就喊你去讲伊是台湾。伊客家，伊的客家无包括台湾的，伊全世界的客家哦。只要是客家的，大陆的客家嘛，变成伊是客家的。听讲客家板条，我问你，板条敢是客家的？你捌去南洋无？南洋讲粿条，粿条有无？粿条啊，迄就是闽南人，甲咱名就知粿条啊。客家的三合院哪有客家菜？客家的大陆的，你若去过大陆，就大陆敢无办法？因即卖台湾来台湾遐的。他下心好连拢是搞河南人二的，伊讲是客家三人，好啊，上盖不办的叫客家元龙，什么叫做客家元龙？哎，伊老啦，哎，伊老你知无？哎，伊爱做这伊型哈，哎，讲是客家元龙，因为客家的所在，永定的所在有这款的老啊，所以恁即摆去安静了无？南京啊，去南京佚佗，啊，就客家什么四菜一汤个哈，啊，就是拢客家。不过，你来知吼，全中国有一万几个院楼，大部分的院楼拢都是漳州甲岭南的客家。客家什么人才有？你知无？就是客家含河洛人边界的所在，因才有这个院楼。所以。嘿，院楼是漳州人的文化，不是客家文化的代表，晓得无？但是伊讲大部分，若是讲院楼，啊，就客家元素，包括你即马
即马有一个叫，迄个老什么吼？老郑吼，无伫迄个。迄个什么站后人遐，后人站卖无去一个医疗个，恁有去过无？伊嘛写在客家院咯，客家医疗。哦，伊嘛医啊，啊高雄大学迄间医出来嘛是医啊。我请问你，迄个台湾有关系？台湾从来无一个医疗，我卡甲你讲，台湾的医疗拢是大陆的医疗共好个，拢是健保个。所以客家只有客家有台湾，我讲意思就是安尼，对吧？你讲有客家认同，要完全做。所以台湾无国家主义，是只有族群主义。所以台湾的文化拢变成客家文化，比如客家花布，我请问咧，花布，啊，阮自细汉咧，阿嬷的花布，迄个是客家，甲客家完全无关的。迄台南纺织公司做的，台南纺织公司，迄是台南的纺织公司，甲客家无关的。客家童话甲客家有关系哦。我伫台北，阮家的，阮玉到石亭啊，就种嘛是油桐花啊，对吧？逐日嘛，油桐花足水的嘛，我油桐花我怎样？但伊即马阵讲要讲童话，就讲童话剧，啊，就讲客家，一定爱加一个客家，啊，个客家基隆客家童话剧，深坑客家童话剧。就想要甲找落去，伊想要他安尼，伊就有钱，你知毋知？我有钱啊！你来甲申请，但是你若要申请钱啊，你爱用客家，啊，我钱给你啊！迄钱从哪来？迄嘛是阿伯的钱，对不对？迄咱的纳税钱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讲，这是台湾买票主义，台湾上阿爸就是第一点，不管民进党还是国民党，我拢买卖，这拢是买票主义。两千零十一年的时阵吼，我捌去一个成立闽南语语族委员会，抢救台湾语言文化人数，结果才差不多两千个人参加人数。啊，为着这个名称的问题，差甲要死。有人讲都爱台湾好了，台湾族群语言嘛好了，族群语言当英文写，当中文写，就这样。再来。差来差去，到尾拢算了，我无应该要死，恁只也无人要插，算算去，就怎啊？无疾而终啊！无疾而终，台湾来讲，无破病就死去啊！我总共一个结论就七月半啊，毋知死无，台湾人就是安尼，要死啊，台湾欢喜啦！吼，这连咪要用两台，就七月半啊，七月半要用两台，台湾食较欢喜个，咱抢食。台湾人在看到好食，抢食到要死，啊！我刚刚大家小抢着，过来我就是要讨论语言平等，即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，即马该会使小休一下。哦，要小休一下是哦，我在准备要来听老师讲为什么你要坚持闽南语，即马就要休困一下啊！我先去休困一下，已经吼一点真久啊！好，来，咱即马休困一下哈。